大家好啊，今日就想分享一个极恶劣嘅驾驶者，就系呢一架嘅旧款嘅波士啦。嗱，你见到啦，让线唔停，系咁样冲出嚟。嗱，再睇多次，吓喺呢条让线嚟嘅，咁样冲出嚟，咁啊阻住呢个正常驾驶嘅 traffic 啊，非常之恶劣啦。咁啊，睇下佢之后又做啲咩啦。去到呢个位置呢，仲要无啦啦入后玻璃，睇下佢系咪黐咗线呢个人啊？唔知佢系想搏啊，扮人撞佢啊，定系点样啦、啊？非常之奇怪呢个人啊！去到呢一个位嗱，无啦啦喺度入后玻璃。咁啊，如果佢系有心撞人咧，呢啲人都非常之有问题啦。如果佢系即系入错玻璃嘅话咧，咁啊建议佢都系唔好揸车啦，好危险啊！呢啲行为啊！大家认住呢个 DS122 呢个马路炸弹，非常之危险呢个人揸车。